店员呢？我都才出来，都无看到伊呢。啊，不是讲要困伫个客厅啊，咱也无看伊个人啊。我来房间找看卖。恁来遮是从？来找老朋友开讲啊。我家己哦，无啥物好讲的。再过，哎，查，唔要惊啦。即马店员哥哥哦，去甲伊两个歹人抓起来，你伫遮乖乖等我好吧？哦。 店房间的奶茶嘛无伫个房间。你的意思是讲奶茶嘛无去啊？但无把奶茶房间锁起来，唔知影奶茶敢会真正家己走出去啊？我都知影，我都知影袂当遮尔紧相信张帝元，一定是看奶茶走去以后找无人，着惊惊讲咱会甲骂，所以啊，伊嘛对你走。 永泉哥哥，永泉姐姐，搞啥？恁去倒位？无啦，我本来困伫客厅，啊，奶茶一透早搞讲伊巴肚枵，想要食汉堡，我也带伊早顿店买早顿啊。店员，我都知影你会甲奶茶照顾了足好诶，辛苦你啊，多谢。没啦，这是我应该做诶。 茶，我买予你的衫，你穿起来足好看，你有介意无？嗯，我真介意哦，早餐店阿姨讲哦，我袂输敢那小公主共款呢。我衫橱内底有足侪新衫，敢是你替我买啊？当然啊，拢是买予你这个小公主穿的。真是哦，哪呢？我逐工哦，拢有新衫通好穿安尼。多谢永琪姐姐。既然奶茶今晚无代志就好啊。哎，永琪啊。 我甲律师哦，约早起要见面嘞，我看时间差不多啊，爱出发了。啊，我若想要了解一下律师啊处理的财产分配的进度，我甲恁做来。好啊，爷爷啦，那恁奶茶拜托你啊，啊，若有啥物代志，随时敲电话给我。好，没问题。你们出去啊，拜拜。啊，好了，奶茶拜拜，啊，你都要乖乖听地缘哥哥的话哦。 嗯，我知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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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丽云哥哥，这两位阿姨是谁啊？因足歹的呢。哎，你跟我讲是阿姨哈，你俩是哪个的王友品哈？ 伊讲话足歹，而且足大声，关出去啦！丁哥哥，赶紧赶走啦！哎，好啊，莫遮尔激动。这奶茶连你拢袂啉的啊，代表别个真严重。咱着要趁这个机会，赶紧把政府拢毁掉。张天元，我拄则讲你是一只够门的狗，还是讲较好听啦？ 好歹你进前嘛做过当属顶位助理，啊，毋过即马煞变做是精神病患的保姆，安尼敢袂是委屈你？我已经讲过啊，毋管啥物工课，我拢会用心去好好啊做。那你我即马有一个工课要互你，比做精神病患的保姆搁较好，你敢有兴趣？我已经改过自新啊啦，无可能摆做歹代志，所以即马讲出。那你即马是要盲目回信嘛？ 你真需要钱的时阵，我予你机会。要若无你今日你敢有这个机会，徛伫咧遮要改过自新啊？是讲哦，我嘛毋是要叫你做歹代志，我是希望你会当予我一个方向。
刚刚你来做情给我，你是要我做啥？我要入去奶茶的房间调查一挂代志。你入去房间要查啥？你无需要问啦，等我查完我就会走，你就当作我无来过。好啦，这边的正酒店第二间就是奶茶房间。啥？那本来是我的房间呢，谁来变成伊的啊？我警告你哦，你想我赶紧就搬出去哦，那是我的房间，我不爱让你住啦，你知影无哈？对，好啊啦，别为着这个冤，这么头壳歹去，办正经代志较要紧，娶路啦。天哥哥，因两个人要去我的房间创啥？是不是要摕我的新衫？哈，你跟我讲哦。奶茶，你别惊啦。现在队员哥哥，你把你两个派人抓起来，你这样乖乖等我，好吧？哦。我才搬离去无外久呢哈，想袂到恁竟然哦，我把我物件拢带了了啦。想家的人真正心够薄情。但是安尼，咱嘛是爱找看卖啊，还阁有相片。还是讲还阁有其他会当证明奶茶身份的物件。好，那安尼哦，你找这，我找遐。哎，那会拢无找到什么可疑的物件哈？是讲我煞煞去啦，伊伫即卖奶茶已经起效。所以咱暂时应该当放心啦。敢真正拢无啊？啊！我想到啊，我会记啊，奶茶爷老家是伫个宜兰呢。敢每个养母把迄物件拢藏伫迄老家内底哈？我看你也是赶紧要想办法来解。哎！真好，迄地缘真正袂歹。你坐到刘地缘，伊就开来。喂，地缘。好，我知。你先甲奶茶煲好好。是安怎样？哥，我头等来找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厝内有人客。到底是会晓袂晓？照你讲哦，应该是会当开啦。我看迄电影内底啊，拢也是安尼按的。奇怪，这个门哦，哪会这歹开啊？电影按的若是真的哦，咱早就好去啊。真烦烦，你为着要开这个门，已经怒派我两张信用卡。假使你若搁开袂开哦，你归去啊，用你的头壳弄互开啦。没弄哦，嘛是用你的头壳啦。迄助理卖到今嘛，你一直在做这做那哈，你是安怎无去想着讲哦？你会去哦，你会哦，真冤家锁伫个遮哈，讲家己偌巧，猪队哦，这三个哦，我原封不动还乎你啦。就好，我今嘛无想要跟你计较啦，等处理时再搁讲。哎，地缘哥哥，你确定迄两个歹查某袂常常走出来哦？奶茶，你卖惊啦。那两个歹查某，让我关起来。阿公，爸爸，我跟你讲哦，拄才有两个歹查某，总来跟我骂呢，我怕。哦，奶茶，奶茶不怕哈，不怕。阿公在你边，哦，不要怕。弟妹，人呢？
永琪小姐，你放心啦，伊两个拢我收伊奶茶房间啊。这蔡韵如奈雄雄带人来要来查奶茶的物件，是要创啊？我嘛唔知呢，啊，不过蔡韵如是我之前的头家，我对伊了解，伊这人绝对袂做袂了工的代志。另外，迄个查某是啥？伊讲伊是酒驾的人。环环，真正无听过恁讲恁家阁有其他的人，所以我唔知伊是讲真还是假。这以后才向你说明，啊，你先带奶茶去对面吃娃娃。嗯，吃娃娃，耶！地缘哥哥，你带去吃娃娃，呀，吃娃娃，快紧嘞，快快快快快！